擦个枕头是不是舒服一点？啊？靠。靠个枕头是不是舒服一点呢？这个枕头戴的对了，对不对？留给你行不行？放在你这里啊，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又可以用，你平时又可以垫，对不对？说话，你说对，对不对？说话嘛，你要不说话，真的不会说话了。那医生是不是跟你说了？大声说，对的。老妈耶，冲个凉，冲不冲？冲个凉，好吗？好的。老妈耶，这是啥？这个是什么？你手里怎么这么多棉签呢？累不累？累了躺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冲个凉，累了，要不要躺一会儿？老妈耶。睡醒了没有？醒啦？醒了，起来不？起来了啊！大声说话，说话，说起来了。不说话了。老妈耶，肚子饿了没有？好好的跟闺女说说话呀，哪天姑娘走了。老妈耶，哎，老妈耶，答应我，看看老妈会说话不？老妈耶，快答应一下，哎，你要叫我的时候，我要是不答应你，你烦不烦呐？你家小爽啊，我就不理你，你烦不烦？老妈耶，哎，老妈耶，大点声，老妈耶，哎，起不起呀？啊，要起来，行。啊，还没睡醒嘞。一二三呢？二三，一二三四。看咱们家老太太多厉害！哎呦，坐好了没有？坐后边一点，往后边坐一点，坐稳当一点。坐稳当一点呢，往后坐，就是慢，咱们家就是慢，反应慢。好了，脚蹬在上面，
都在这个上面。抬脚，抬脚啊妈。妈耶，抬脚，抬脚蹬在这里，来，啊，对了，抬，抬高一点，踩在这上面，抬，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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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抬脚踩在这里啊，抬不起来，来，我帮你，哎呀，这个脚可以吧？这个脚自己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出发了啊！